母亲节吃龙虾，父亲节查某无半个，剩恁爸一个。网络一句玩笑话：母亲节吃龙虾，父亲节糟糕无半个，道出很多父亲的心声。但其实父爱与母爱一样伟大。今年彰化县接受表扬的有38位模范父亲，每一位都很伟大，都有其感人故事。这段意了，这机会就好了，有这机会好我就好了。做这个模范父亲哦，我生哦，非常的欢喜啊呢，啊，搁我家族啊呢吼，飞天来这，来咧甲祝福，来这表扬吼，我唔知要安呢，来甲伊感激啦呢。彰化县政府秉着感恩的心情，举办113年模范父亲表扬活动，希望借由活动赞扬每位模范父亲的事迹德行。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，带动社会善良风气，建立一个安详和乐的温馨社会。每一个模范爸爸背后都有一部很感人的故事，那我们除了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生奋斗，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知道爸爸的一个辛劳。养儿方知父母恩，虽是老生常谈，但有多少年轻人能够真正体会？爱要及时，孝顺也要及时。如能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父亲的感恩之情，相信父亲们一定会很开心。人间新闻，李明宏、张浩采访报道。